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八大吉祥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史爱东。感谢您的掌声鼓励。是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什么日子？我们后台中流砥柱谢金啊，谢老师的专场节目。哦，是。咱们两个人啊，我们行话这叫噎场。哎，给垫一场，给人家垫一段。哎，咱们两个人呢，赶紧说。嗯，说完了好下去。对，赶紧。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。是，这叫好车别爱破道。哎，您算什么好车呀？啊？破车别挡好道。破车别爱好道。哎呦，说可是说啊，啊，咱们应该把这个段子啊，嗯，完完整整的奉献给您，把每一个细节呀，嗯，说清楚了，是，好让这个谢金呢，啊，好好歇一会儿。应该的。今天呢，大伙儿可能听出来了，听出什么？谢金谢老师啊，身体不是特别舒服。哦，那，啊，很高兴，哦，那这个，你们都什么心态？怎么还乐呢？我问您，你属于人类吗？你太损了你，你还属于呢，身体不是特别舒服啊。他这个嗓子，什么嗓子？嗓子啊，嗓子不舒服啊，下去好好歇一会儿，哎，多喝点水。嗯，您看呢，这个相声演员呢啊不容易，哎，是，首先说相声啊啊，最基本的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得有嘴。你没嘴是怎么着？光有嘴还不行，还得怎么着？得利索。行了，利索，对，得利索。哎，刚才那个节目多好啊！哪个？绕口令。绕口行，你把你自己说进去了，把你说进去了。绕口令，绕嘴令啊，还绕嘴令啊，不好表演啊，很难。嗯，得学习啊。是是，经常得练，经常学习。嗯，作为演员就得这样，是多学习。啊，拿人这位来说吧，我怎么了？石老师，您老师就好学习，那应该的。没最爱的 啊，最喜欢的什么？看书写字，对，每天就看啊。我这看不出什么来，这个看书写字啊，写字，没事在家拿起笔来就写。哦，刷刷点点，写什么呢？我是中国人吗？我自己怀疑我自己这，画一个巨大的问号。还来问号。哎啊，你猜。我这让谁猜呀？猜还不会写词哀，还写上汉语拼音。好写，没事就写。这还写什么劲儿哈，来这后台。嗯，到了后台，嗯，也写。写什么？把纸铺好了，嗯，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写。嗯，又写什么？正写着呢啊，我一看，这我得问问呢。问什么？总是写呀。啊，石老师，嗯，您怎么老是写呀？啊，总是写，家大人就放心吗？我怎么说啊？再瞧这位，啊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。这又点读机的广告是吗？没事就写啊，嗯，有学问，这还有学问，上心。拿我来说吧，哎，其实我就是很好的一个学者。那哟呵，您又成学者了，真是特别好学习啊。 啊！没事就我也看书啊，您也看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怎么着？满腹经纶。那你吃点药啊，你都痉挛了还不吃点药？满腹经纶啊，这对，这经纶文章，嚯，肚子里啊啊全是书，这满肚子的都是书。哎，走到大街上啊，掉东西了不敢弯腰捡，怎么呢？一弯腰，噗，泔水出来了。怎么这么脏啊？这不是，那您那噗噗什么呀？掉出一本书来，那还能看吗，宝贝儿？晒晒能看，啊，好家伙的，啊，掉出一本书来，满腹经纶，来，啊，看，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得出来吗？看出来了，什么呀？未婚先孕。什么呀？挺着个肚子在那儿。您这都什么词儿啊？那您这什么词儿？那您挺着个肚子在这儿干嘛呢？你看呐，肚子里都是书啊，这哪看得见呀？看不见可以摸呀。怎么着？你别引诱我啊！我没带钱，这能摸？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您怎么着？随便摸？当然了，不要钱呐！快，别，你太迫不及待了，你这个。
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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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摸书啊，摸着肚子里有书没有？对呀、啊，啊啊啊！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也是摸书，啊！臭不要脸，这谁臭不要脸啊？你快点，还没摸着呢，你快点，迫不及待了，这都啊，迫不及待，还迫不及待呢？摸着了吗？摸着了。什么呀？囊踹。你有点好词儿没有？什么叫咱好词儿？那大肚皮，那可不是囊踹。什么大肚皮呀、啊？那什么呀？没摸着一棱一棱的呀？没有啊。缺德，再摸。哎，我这怎么就成缺德了？再摸。啊，摸着了吗？这儿。啊。精装本的。精本什么呀？硬壳本的。啊，是一棱一棱。哎。跟排骨似的。《三国演义》。三国演义。摸着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乐什么呀？摸着这啊啊啊！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啊，没有。哎呀，这儿啊，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啊，没有。呀，缺德！什么叫缺德呀？摸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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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什么？哎，这儿啊，《水浒传》。我摸着奖了。什么叫桨啊？那什么叫船呢？水浒传的都哪个？都哪个呀？就是那个，就哪个？没摸着。再摸，再摸，再摸。哎，这您别往上啊。这啊，五经。五经啊？没有。呀，这啊，这什么？四书。四书摸着了吗？没有。没摸着四书吗？没有啊。仔细摸摸四书啊，好好摸摸你四书。你四书让你摸。您把手拿过来干嘛呀？摸摸你二大爷。找便宜是不是？谁找谁便宜呀、啊、找便宜。四书五经您一块儿说出来。对呀、啊啊，对呀、啊，五经四书啊！啊，五经四书，您非得最后摸摸四书，摸摸四书，这玩什么呢？您有学问呐！这您就有学问。哎，哦，出口成脏，张。您漱漱口，出口成章。哎，您有什么作品呢？多了多了，有学问。真有学问，当然当然有学问了啊！吓死你！不是。您甭吓死我啊！您要真有学问，怎么样？咱们在这儿当着各位观众面啊，咱们来回文字游戏怎么样？咱们两个人来一回吗？文字游戏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什么叫咱们两个人来一回呀、啊？你思想太阿谪。还阿谪？龌龊就是你。什么龌龊？您指不定怎么想的呢？来回文字游戏。对、啊。你甭跑这儿偷着乐去。什么玩意儿？来回文字游戏，来呀！啊，来呀！咱们来一回啊！把你这肚子收收。我跟你说，咱们来一回啊，八大吉祥。活为八大吉祥，活为八大吉祥，就是天桃林海灯莲香八，这么八个字。这有什么的呀？啊，天桃林海灯莲香八，比你说的清楚。啊我们家那鹦鹉比您说的还清楚呢，你废什么话呀？你废什么话？光这么说成吗？那怎么着呢？拿每一个字儿做一首诗。哦，这里头还有规律。当然了，有要求啊。那你说一说啊啊，咱们这个做一首四句诗。嗯，这头一句啊，要把这个字儿啊拆开念成两个字儿。二一句呢，出现两位古人，谁问谁，问谁到哪里去，问的这个人在第三句出现。第四句回答这个人到哪里去，还有这字儿起，这字儿落。我要白说啊，您听明白了吗？嗯，没有。您知道他没听明白。这家伙没听明白、啊、你这样你再说一万遍、啊、我疯了，我说一万遍，你累傻小子呢跑这儿。那我没听明白、啊、怎如何是好？您没听明白没关系啊，我呀给您举个例子。好啊，最好是这样。好吧，您给我举个例子。哎，给您举个例子，我照您这个来。哎，对，照我这说。多聪明啊。啊，多聪明啊。谁聪明？我呀。瞧着您聪明来了。说吧，咱们先说这个天字。天。哎，
你看头一句呢，把这个字拆开念成两个字，嗯，一大念个天，对，一大念个天，没错，大伙儿都会写啊，一啊大，那就不念天了，好像，对呀、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跑我旁边，这能念天吗？啊、这念夫啊！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一大念夫，爷们的意思，丈夫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您消气儿，不至于的。您在死这儿啊，您别出头啊！您一出头不念夫了吗？不出头念天呢？嗯，您瞧，很巧妙。这什么叫巧妙啊？这回不爷们了吧？一大念个天、啊、哎对，谁问谁，对吗？对，二一句谁问谁，谁问谁呀、啊、两位古人、嗯、吕蒙问孙权，问谁呀、啊、问张飞哪里去，哪去了，麦城宾了天，您看这字儿起，这字儿落，走麦城，哎，张飞走麦城，好啊，好吧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是该我了吗？该您了，顺时间该我了吗？该您了，该您了，好吧，啊，听我这个啊，嗯嗯，说啊，一大啊，不出头念个天，你这不废话吗？就是一大念个天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嗯，这个天上面加一个竹字头，念什么呀？念笑。你掌握了，宝贝儿。我有什么可掌握的？你进步了。谁都知道，竹字头念笑、哎。一大念个天。对。哎。这个天下面加一口念什么呀？吞。你掌握了。我又掌握了。你进步了。是啊。哎啊，一大念个天啊，谁问谁？哎，天上面加一个宝盖、啊、左边单立人，右边耳刀，底下四点水，这念什么呀？这念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写不念字儿。不念字儿，你写它干嘛呀？逗逗你。您甭逗我，就您这智商还逗我呢。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特一安天，你这汉语拼音都上来了，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。您等会儿吧，这豪仙路仙是古人吗？当然了。怎么是古人？我来问你啊，有这么一本书你看过吗？哪本书？新白娘子传奇。那出书了吗？那是电视剧吧？也有叫电视剧的。都叫电视剧。赵雅芝写的啊？这不是，不是，演的、啊、哎，怎么了？其中有一个环节啊，啊，五月端午饮雄黄，对，有白娘子啊，白贞素喝了这个酒，白素贞，还白贞素，白素贞啊，喝了这个酒，误饮雄黄，现了原形了，对，有，当时把他爷们吓死了。您这里的老爷们，爷们，白娘子仙山稻草啊，看守灵芝草的那两个童子是谁呀、啊？豪路啊，对，哎呀呀呀呀，啊，这算古人？当然了。啊，这俩人呢、啊、豪仙问路仙，问谁呀、啊、问南极翁哪里去，这南极翁是南极子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，哦，知道知道，有这么一位，哎，哪里去啊？跨壕上南天，奔南天门了。其实仙鹤呱呱呱呱呱呱呱，这仙鹤还有缰绳呢，看看，哦，跨壕奔南天，嗯，行，算您说，天子起天子落，没错，多好，算您说上来了。嗯，咱们说第二个字，哎，桃，该谁了？该我说了。好啊，桃，木照念个桃，等会儿您写一遍去。对对吧，啊，谁问谁呀、啊、许褚问张辽，问谁？问蒋干哪里去了，哪去了？相府献寿桃。相府献寿桃，曹操过生日。曹操过生日，对。据我所知，什么？您说的这是三国呀、啊？您刚听出来，对吗？不晚，对，是三国。呀、yeah, ，啊，了不起啊！从这儿起，我们这字儿字儿离不开三国。这么大能耐呢？对，好吧。啊，是不是瞬时间又该我了？该您了。好，该您了。听我这个啊，您说，说一大念个天，桃。哦，对。嗯、一大念个桃，木照啊，对，木照念个天，桃啊，对，木照念个桃，桃，
对不起我的宝贝。打顺手了。你不要不断的歇我了。是是是，谢谢，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。您刚才说了，说木杖念个天，他的逃。您慢着，逃逃逃逃逃。木杖念个逃，谁问谁？特威逃，特威逃。您甭拼了啊，谁问谁？迷路问仙毫。迷路问仙毫，哎，这怎么反过来问了哟？对，还是刚才那俩人呢？对呀、啊，你问我一句啊，我得问你一句啊，他们礼尚往来，对着聊天啊。哦，互相问啊？问谁呀、啊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这南极翁是南极子老寿星，波头大脑的呀。哦，还是这位啊？哪里去？哪里去啊？三月三赴蟠桃。三月三赴蟠桃，哎，蟠桃盛会，对，王母娘娘过生日，是是是，您说的那个是，曹操过生日，对对对，我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，是，这一男一女，挨不上，这一男一女，一天上一地下，挨不上，挨不上，多好、啊，您呢？听我说这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，林，嗯，啊，二木念个林。啊，对，不用再写了。傻子都知道这字怎么写，啊，二木念个林。谁问谁？张飞问赵云。问谁？问黄嫂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？躲避密松林。还是三国。赵云救主。真好，真好，好吧。听我这个啊，听您的。说二木念个林。对，乐音林。我用你，我看您说错了。妈妈不用担心你的学习了吗？我很担心你的学习。乐威林，您看没有？您别拼了，别拼了，啊！谁问谁？谁问谁？啊！豪神问鹿神。豪神问鹿神。对呀、啊，这块变神了又。啊？怎么变的神呢？神比仙大一级呀、啊。哦，神比仙大一级。豪仙鹿仙呐，去给王母娘娘过生日去了。啊、对、啊，王母娘娘一高兴啊，普调一级，哦，变成神了，由仙变成神了。哦，多好，好。豪神问鹿神，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这南极翁是？南极翁都不知道。南极子老寿星，奔儿头大脑袋，还是这位？就是他。您让这老头歇会儿成吗？就不。啊，就不好，好家伙，老是这老头，嗯啊，您换换人成吗？多好啊！啊，咱们说哪去了，知道吗？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旅游到桂林，骑仙鹤，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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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他骑着这仙鹤还哪儿都去，哪儿都去呀、啊，周游世界。嚯家伙，嗯，您再把这仙鹤累着，管能吗？是、啊，咱们说第四个字，嗯，海，海，水美念个海，等会儿。对，啊，您到这儿扫盲来了是吗？水美念个海，哎，水美念个海。谁问谁？周瑜问黄盖。问谁？问孔融哪里去了？灭绝了。灭。这您都不是大恐龙啊，灭绝了。啊啊！九三年的事儿。什么九三年的事儿？我跟你说，你哪年代的人呢？九三年，在河南发现的。什么河南发现的？我问的是。孔融不是恐龙，孔融是什么？孔，四岁让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四岁让梨啊！汉孔融四岁让梨，没错，懂得谦逊之礼。哎，汉黄香九岁温习奉亲，秦甘罗一十二岁行。啊，您歇会儿，您这开塞露不让白打是吧？哈，好，这背上这个了。孔融哪里去啊？哪里？少居在北海。北海太守孔融年少的时候，对对，住在北海啊啊啊！听我这个啊，说水美念个海，谁问谁？何威，何威，何哀，海，嗯嗯，谁问谁？豪仔问鹿仔，这怎么崽子都出来了？繁殖后代呀、啊。哦, 哦，一代一代往下传呐！啊，豪仔问鹿仔，豪仔问鹿仔，嗯，问谁呀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
这南极翁是男子级老寿星，不是头大脑袋，这崽子都出来了，这老头还不退休呢，是吗？啊？嗯，您换换人啊，我跟你说，好仔问路仔啊，南极翁哪里去？哪里去？漂洋去过海，漂仙鹤，老是那仙鹤。啊，好家伙，您跟观音姐姐聊天去，观音姐姐聊天去，看电影。好家伙，喜羊羊灰太狼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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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说这个灯字啊。嗯，火丁念个灯，火丁念个灯。哎，对，谁问谁？谁问谁？马岱问孔明。问谁？问魏延哪里去了？找四大叔去了。找四大叔那是胃病。你不说的魏延吗？魏延，魏延请用四大叔。什么四大叫叔？魏延，诸葛亮帐前一员大将。我知道啊。魏延哪里去了？哪去了？闯灭七星灯。闯灭七星灯。哎，听我这个啊。该您了。听我这个 啊说火丁念个灯啊。您别拼了，我求求您了，指不定拼出什么来呢。谁问谁？念个灯啊。豪童问路童。这怎么又豪童问路童了？崽子长大了啊。小时候叫崽子。哎啊，高一点叫童。童哦。问谁？豪童问路童。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。还是这位哪里去？正月十五逛花灯。呵，正月十五逛花灯，骑着仙鹤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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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让这仙鹤也歇会儿啊。咱们说连字儿。连，车走念个连。车走，对念连。对念连，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等会儿啊，我发现你的破定了。真的，我看见您的破定了。哎啊，怎么了？车走念个连啊。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刚才一大念个天的时候啊，这两个人出现一回了啊。这两个人怎么又出现一回呀？重复了、啊、我这重复了啊。您这奔头大脑袋出来867回了，我说什么了？您没看我后边都不原声了吗？啊，话又说回来，我后边不一样啊。哦，后边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、后边什么呀？啊，问张飞哪里去。哪去了？三马并相连。三马并相连。对呀、啊、好，三英战吕布。好啊，听我这个。您说，后边还真不一样。当然了，听我这个啊。啊，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。您这个、后边不一样。你后边，你说，问谁？南极翁哪里？后边不一样。后边不一样。啊、说说谁？开车去大连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谢谢。甭谢，就这一句不一样啊。多新鲜呢！啊，多多好啊！还开车去大连啊？那时候有汽车吗？有汽车。什么汽车？老汽车。老汽车。哎，四个轱辘一方向盘。那玩意儿能开吗？能开啊。怎么开？能开，仙鹤后边推着。后边。和尚，您哪儿都离不开这仙鹤。嘿，行了行了，咱换一字啊。嗯，说这香香。哎，何日念个香？等会儿，非得写一遍。您这念香吗？怎么呢，宝贝儿？您这念香吗？念吗？和啊，日啊，这念字吗？念，您别左右结构啊，您上下结构啊。念香吧。嗯，你看，一直都左右，怎么冷冰的上下了？在谁那儿左右啊？何日念个香？嗯啊，吕蒙问孙权。怎么又孙权了？怎么又孙权了？鲁肃问周郎。哎，这问谁呀、啊？问问谁？问刘备哪里去了？哪去了？啊，甘露寺去降香。去降香。对，说换就换。听我这个，你要死了！真是的，该我了吗？该您了。听我这个啊啊，何日啊，这儿何日念个香啊，都让您这左右结构给搅和的。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？豪帮问路帮。您听听，都一帮一帮的了。古惑仔吗？啊，可还古惑仔？山鸡啊，陈浩南呐、啊，曹丕啊，这都在一起呢。啊，嚯哈，嗯啊，豪帮问路帮。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
南极翁倍儿头大脑袋是吧哈、哎？您这舅舅歇会儿成吗？舅妈不乐意。什么舅妈不乐意？哪里去？药店买藿香。是得买点藿香了、哎、啊，想着给那仙鹤点吃啊，别累着。对啊，药店买藿香。哎啊，您说说这位啊，一共八个字七个字离不开这奔头大脑袋，还有那个什么豪啊鹿啊，这个最后一个字我换换，我看他说什么。干嘛呢？您在这儿吗？有丝儿。行了行了，您歇会儿。嗯，咱们说最后一个字。嗯，八八，撇儿捺念个八。等会儿啊，对，有屁股的人都知道这字怎么写。我还是有智商的。嗯，是是是是，撇儿捺念个八。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。问谁？问悟空哪里去了。哪去了？去捉猪老八。这猪老八是猪八戒。猪八戒？哎，你二哥。你二哥。这要不然你不明白啊。完了，这人哪怎么了？没能耐了，没能耐了。我怎么没能耐了？刚才三国说的好好的啊，冷不丁的改红楼梦了。您会说话吗？啊，这是《红楼梦》，这是明明《水浒》吗？西游记，西游记，对，西游记，改西游记了啊？对，我改您得改，省得您老拿这奔头大脑袋糊弄我啊！我改您得改，就这样。什么就这样？您改，就这个啊？说撇呢，念个八，谁问谁？豪鳖问路，豪路全不成，换人。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。你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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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疯吗？不是，我奶奶我妈是古人吗？是古人呢。啊，怎么是古人？我拿你奶奶跟你妈比作古人呢、啊、拿我奶奶我妈比作古人、啊、那可说好了。怎么样？句句不能离开我们家人。您放心吧，句句离不开你们家人。您说，听我这个 啊说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。问谁？你爸爸哪里去？哪里去？河边当王八。